为您看字猜词游戏，来看看你们都能答对几个。最近官方也是发布了一条这样的视频，名为看字猜词 3.0， 据说难度系数非常高，所以这期视频咱们也来挑战一下。首先我们先来看看第一题，看字猜词 3.0 第一题，请问我是什么职业？这第一题也太简单了，能一下子看到楼里面有人的职业，那必须得是欢迎老六。下一题，第二题，请问我是什么职业？在超级对抗中能飞的职业呢就只有一个，那就是白给小子。下一题，第三题，请问我是什么职业？拥有闪电而且能闪现的职业，那就只能是光速快递小子了。再来看下一题，第四题，请问 ABCD 分别是什么道具？你猜对了吗？这道题呢貌似是有点难度的，但是对于玩了这么长时间和平精英的我，这一点小题怎么能难到我呢？首先从外观上来看，第一个道具呢就是酒壶，第二个道具是保温杯，第三个道具按钮，第四个道具酒瓶子。你们说我猜的对吗？那么顺着最后雪龙也来给大家猜一个，你们知道这个是什么吗？